杨幂如今2022年一直都没有拍戏，让粉丝们一直都是翘首以待的。不过杨幂迟迟都没有传来好消息，目前杨幂已经踏入中年期，资源自然是开始呈下滑趋势的，能够出演的影视作品也越来越少。不仅如此，所参加的综艺节目也是不温不火，让网友们都直言杨幂到底怎么了呢？难道杨幂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之前杨幂旗下的艺人还能够被杨幂所带火的，但是现在杨幂旗下的艺人们也都开始没戏可拍，不温不火，让网友们都直言杨幂的时代已经终结了。毕竟在娱乐圈就是这么残酷，只要你踏入中年就会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如今没有资源的杨幂还绯闻缠身，我们都希望她能够重破桎梏吧。很从容，有谁真正能放松？四大皆空，